做一个 final walk through， 所以要检查这个房子里的很多东西，水电所有的电器，水管、门窗、灯，暖气、空调，下水道、厕所、马桶，就所有的东西检查一遍。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，要反馈给屋主，让他过来修啊。这也是我们 close 之前的最后一道需要做的事情啊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我会拍一些视频。